Hello，大家好，今天是10月2号的凌晨，这个嘎波二创大赛2024年，已经正式结束了，所以我就想说做一个影片来盘点一下，今年大家的作品，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有什么有趣的作品，然后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规则哦。他说，去年来不及举办的嘎波二创大赛终于登场了，前几届都有超厉害的作品诞生，啦啦啦啦啦。然后这次的时间其实不是很长哦，就是8月19号到9月30号而已。然后评选方式是由嘎波作者雅拉挑选有趣的作品，然后可以得到特殊设施狮子嘎波组，这应该是最有价值的，因为光是灰色就是一般色的石狮子，就要，好像3000多块吧。然后这有两位，然后10周年的飞天嘎波，飞天车车嘎波有3位，50cm 打洋洋嘎波布偶也有3位。接下来参加奖，随机选也有3位。然后规则是每人限投稿3件，不可以盗用、抄袭，然后要加上这个 hashtag 之类的，然后不能用 AI，可以用 AI，可是如果你用 AI 的话，那你必须标示。但是我这次看下来，应该是没有人用 AI 才对。OK，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次这个嘎波二创大赛的艺术主视觉，这个是，他说是嘎波的雅拉的助手画的，活动主图是雅拉助手画的，很可爱吧？我觉得很可爱，就是这个应该是拉拉他在做嘎波的生日蛋糕，然后戴着一个这个头套，然后这边是，狗狗在雕刻一个木质的嘎波，然后嘎波在这边画一个图上的嘎波，然后画的超烂，超好笑。好，那事不宜迟，我们就直接开始好了。我会从最新的那个作品，讲到看到最旧的作品，然后，照理来说，应该在社团里面每一个都会被我就是看到才对。如果是没有看到的话，那一定是 Facebook，它这个搜寻功能出问题了。那我在这边先跟没有 miss 掉的人说声抱歉。哦，事实上，有一个人，他错过那个时间。但是他还是发了，然后我觉得也很好看，所以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人。他说画完才发现结束了，剩下3个月就明年了，祝大家龙年好运到，小龙二创，达摩嘎波二创。你看像这样，这个一个是这个达摩嘎波，然后旁边画一只龙，然后那个我觉得就是非常精致。好，那我们来看正式有#create 嘎波2024的作品。先来看这个第一个作品，他说他是在墙上作画的。我们来仔细看一下。他这只是那个水豚嘎波吧，还是什么？我也忘记。然后这个是富士山那个鸟居嘎波。它是招财嘎波、奶泡猫，然后这边它有一大堆嘎波的周边，然后这一幅我不太确定是不是他画的，要是是他画的话，实在是太厉害了。就是这个还有上色，然后这边竟然还有久违没有出现的章鱼小八，然后他们都穿着日式的服装，真的太厉害了。如果这幅是他画的，哇，那真的是了不起。不知道要有多深的艺术底子才能这样子做出大片的壁画。
然后这边有招财嘎波，然后看一下留言。铅笔构图，眼睛抓距离，中心画个10等分，再画个框，再分割4等分，投到电子慢慢修。它是用调色漆画的。OK，这个人做的赞。我们继续看。台风假前，晚上来一杯嘎波 Paradise。非酒精类产品，小孩子也可以放心使用。材料如下：15 ml morning 蓝色多瑙河糖浆，冰块，雪碧，无色汽水，柠檬汁，1 scoop 的雪凝娜雪糕。我们来看一下他做的嘎波调酒，他用的这个是10周年的杯子，然后旁边这个也是10周年的独角兽狗狗。哦，然后这个不知道是什么，这个应该是他自己做的嘎，这看起来是一个熊的，娃娃，然后他自己涂成嘎波色，还蛮有趣的。哦，Blue Bear Paradise，他这边说的，他写说 Blue Bear Paradise。OK，这个梗就是说，有一些人会误把猫猫从嘎波，认成是一只蓝熊，所以就是，每次有人说那个，就是大家这已经是一个笑话，就是，故意会说嘎波是蓝熊，然后故意让别人纠正你。好，我们看下一个，这个画风好像，哎呦。OK，这个是影片，但是它这个只是放了音乐而已。这个画风是那个《呐喊》的画风，《呐喊》的那幅画吗？应该是吧。那个，然后他用《呐喊》的那幅画的这个画风画了嘎波，这看起来应该就是原子笔画的吧？这也还不错。嘎波奔月，这也是一个影片。这是同一个人的吗？哎，是同一个人做的，这就是。嘎波的这个，骑这个小 滑板车，然后后面放一个月亮，这是中秋节的时候吗？不是，哇，这个厉害了，这个厉害了，在色彩的浪花中寻找嘎波，看到日本的鸽绒工艺后，立马就想到嘎波，既疯癫又可爱。无法预期成品的模样，就如同嘎波的行为无法预料。每个鸽绒作品都是独一无二，无法重现，有种混乱的美感，非常适合用来诠释嘎波。这个鸽绒我还是第一次听到这种技法，我们来看一下。哇，好酷哦！哇塞，这个是真的，哦，不好意思，我的网络好像有点卡。哇，这还可以装兔兔，刚刚好可以装一个兔兔。哇，这个袋子真的非常有视觉冲击性，这个人好厉害。不太确定他是怎么做的，他是先画上去，然后再割吗？不知道。哦，这个下一个人。
七八八。这个很酷，这我印象很深。这个是针织用勾的，他说勾了芝加坡保护帮忙保护硬碟，然后他这个是一个 transcend 的硬碟，然后他用针织的方式刚好那个弄了一个硬碟保护壳，我觉得。就是很实用、啊、很赞。然后我记得嘎波官方账号有来留言，我看一下、喔对，嘎波官方账号有留言说，哦，这个也太棒了吧，好实用，嘎波牌行动硬碟。说到这个，嘎波好像目前为止没有跟什么科技产品联名过，好像有出一个 7-11 的充电头，但好像就这样而已。在玩偶出来前看着明信片做的，所以看起来有点怪怪的。这是做冰封巨猫虫的粘土吧。我们现在看一下留言。哇，这个嘎波官方账号也有留言，用宝可梦属性来说就是冰加龙系。这个人说，我们来看一下他的，这个是明信片，然后这是他的粘土。哇，好可爱哦！不知道这个上色是怎么做到的，就是他怎么样能够调色调的这么像？这调色应该花一段时间。哦。这一座我也有看到，这一座实在是很厉害，不太确定它是怎么弄的，它是弄成一个像是啊，这个嘎波官方也有留言，就是这个日本女儿节的灵感是日本女儿节的娃娃，就是他们会有那个一层一层的，一层一层的娃娃玩偶。你看，这是兔，这边有兔兔、嘎波、狗狗、米卡、拉拉，还有一堆小鸡。有人说这叫鸡米花。嫁妆，哇，这上面还有，这个是团子吧？日式团子。然后我发现这个左右两个灯之类的东西也是小鸡。那好可爱啊！这也真的蛮有创意，这应该都是粘土做的吧？好，我们继续看。最后一刻完成拉拉的棉花娃，拿圣诞节的风格来当参赛作品，以后还可以帮拉拉换上各种不同的衣服。这个是帮拉拉做一个娃娃。来看一下留言。哦，这个一张照片的应该这样就可以了。哦，他这边就有换上不同娃娃的样子了。这边是一个警察，这边是一个类似这，哦天哪，还有裸体的，哇塞，太酷了吧！那这样不知道可不可以做一个拉拉抚摸，我很好奇。当初浮世绘风格的金鱼波真的很可爱，
第一次尝试自己贴拼豆，真的很需要有耐心拼 而且后面发现有 App 可以直接让图片点阵化，我自己是先手绘放大图片再开始拼，但后面发现背景的颜色颠倒了，不过有第一次经验后，下次成品会更好。哇，这个是就是那个拼豆嘛，这好可爱，这个是鲤鱼嘎波哎，金鱼嘎波，好可爱哦，太可爱了吧！哦，这个清新饮料杯吸管改造，这个是应该是就是清新的饮料杯跟它的贴纸，然后这个长长这一圈还有这一带都是吸管的带子，拿来改造成手机壳跟手环，这真的很赞，废物利用也不是废物利用了，就是再利用 DIY。吸管套是怎么做成这样的？哇，这边有教学，大家有兴趣可以看一下。吸管套吊式教学，用马口夹夹住。OK，下一个猫虫波提甜甜圈，哎。这个僵尸猫虫，这跟就是昨天发售的僵尸小鸡甜甜圈跟 Mr. Donut 合作的好像哦。这个是雪波的波提，然后嘎波的波提，僵尸波的波提，还有这个一个甜甜圈，雪猫虫大福。哦，不好意思，点错了。哈，这个如果有饰品我会买，或是安全帽头饰，吸盘在头上，机车上饰品。手作丽卡嘎波套装，丽卡应该是换装娃娃的一个品牌，他就帮他做了就是嘎波服。那也很可爱。这个是干燥花嘎波花灯，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罐子不知道是哪来的，怎么可以颜色 match 这么好？哦，上面还有一个就是嘎波的这个头。对啊，这个头是哪来的？是什么商品呢？星空灯？哦，干，不小心加人家好友，对不起。这是我第二篇投稿。也是小 baby 的东西，手摇铃。我家小孩还没出生，应该就被吵死。听取社团建议的人，把眼睛的部分做调整，感觉好很多。需要大部分粉丝就要从小开始培养。这个是110，这个左边这个应该是一代吧，右边这个应该是二代，因为他投稿了两次，就是他有改进过。来看一下实际影片。嘎波串串乐园之笔，随心所欲排列组合，陪你开心度过每一天。哇塞，这个是某种原子笔里面的这个套子，然后它是怎么做到，就是把这些，就是怎么做出来的？我完全不知道这怎么做的，
这也太厉害了吧！哇塞，这个细致度太夸张了吧！我能够想象，就是它原本就有这些颜色，然后它只是画上这些点点，但是看起来它又有，你看有耳朵是立体的，所以有点难判断，不知道，反正这个人好厉害哦，嘎波比。来看看留言。啊，请问是怎么做的？超轻粘土干了之后，外面涂上亮光油，指甲油就可以。再用丙烯笔起笔画表情。原来如此。哦，这个是我的一个网友做的。第一次参加没做好准备，用几个通宵做好两个大头嘎波和最喜欢的猫猫鱼发夹，还做了一个嘎波徽章和镭射嘎波，镭射刻印嘎波效果非常好。这是嘎波发夹，然后嘎波的印章，修蛋积累的镭射刻印嘎波。闺蜜没有加这社团，我来帮忙代发。特别喜欢这张贴图，就做成坐垫，就是不太熟练。这个我超喜欢。这个先看这张图，它是以这个贴图为基础做的，然后做了像是这样子的一个抱眼，坐垫。然后这边有，实际做起来的样子，实在是神还原，真的是神还原。真的是笑死我了，超赞！哦，这个是我帮我网友代发的，就是我的一个网友，他就是有一个嘎波琴，嘎波主题的琴，电吉他。然后他说，这次换上了嘎波服装，翻弹一下最喜欢的吉他大师的作品。第二，穿嘎波服装弹琴简直不要太爽。用嘎波琴演奏了自己最喜欢的 CS 音乐盒《有为青年》，希望自己也能成为有为青年哦。他就录了两段，就是他弹吉他嘎波的睡床，这应该是发夹，不知道他是怎么做的，看看有没有人问他是怎么做的。哎，这是直接用买的吗？哦，这个是直接用买的，所以他的二创是，他用头发做了嘎波的睡床，我懂了，我懂了，他的二创是创在头发的部分。Ready Go，嘎波对战，这是一幅画。这个猫不知道是谁，这个应该是替身吧，他们的 Stando，米卡。不知道是谁，Couple，米奇啊，那个官方 Couple 账号说应该是我会赢吧，多两只手稳赢。
第一次投稿，我是来自香港的肉肉，职业是 coser，可惜这次来不及准备嘎波的 cos，我会尽量准备，我会加油准备了。这次贴一下之前创作的嘎波毕业公仔和嘎波甜品画盘，好开心！8月可以去嘎波展，10月中将再次去台湾，许愿到时候还能拿到嘎波甜甜圈。11月中哦，那个 Mr. Dona 的。是到联名是到什么时候？不太确定，搞不好可以哦。上次合作是疫情中，上次合作好像是2020年吧，无法来台湾。我们来看一下他照片，所以他的毕业照是拿着嘎波拍的，然后嘎波还有一个自己小小的毕业帽。然后这是米卡吧？这个毛茸茸的样子，哇，这好可爱哦！嘎波，这是他去参展，他去逛嘎波展的照片，哎。他还有去奶泡猫咖啡，台中的。这是在高，这个椅子我认得，这个是在坐高铁的时候的照片。第二次参加二次创作，好久没画图的我再次拿起画，再次拿起笔来画图。很高兴有这次机会来创作，这次主题有自己发想，有随处可见的原子笔来创作并构图，希望创作出情境式的有趣画面。这兔兔变成大型巨人，一觉醒来，嘎波被吓坏，差点昏过去。兔兔不小心吃下什么而变成巨人，而兔兔很开心可以给嘎波看到自己最强壮的一面，这样就可以保护心爱的嘎波了。水性原子笔、油性原子笔、水性荧光笔、牛奶笔，牛奶笔是什么东西？彩色水性细字笔来绘画。我们来看一下图。我靠，笑死我了！这个嘎波也太惊吓了吧！然后这个兔兔也太精肉了吧！这张还蛮屌的，配色很有张力。没错，没错。第一次参展，请多指教。创作参考是国际漫画博物馆的招财嘎波。它这个东西有一个名字，我有点忘记这叫什么。这个是叫纸雕吗？我不太确定。就是，我不知道，我不好说。就是，是叫纸雕吗？不太确定。但也就很好看啊，哇！然后他还给他裱起框来，好可爱哦。那个漫画博物馆的那个嘎波我还没去看，好像结束了，不太确定。Amigurumi Kabo，这有可能是外国人做的嘎波。这个是针织娃娃吧，针织玩偶。也是招财嘎波，可爱。实现会移动的嘎波，可爱的嘎波 skin，这个人把自己家里面的猫猫变成嘎波啦，上面还有一只小鸡，天啊，这个是有在卖的吗？还是怎样？他给他神魔改是不是？这个猫猫非常非常。厌世的表情，嘲笑。看看留言。猫咪 又是一个宠物的。今天要带狗狗去洗澡，但是却下大雨。灵机一动，想说前两天收到卡特岛包裹，来帮狗狗临时做个临时雨衣，结果不小心低估家里狗狗身材了，剪太小块，只好东拼拼西拼拼，
拍摄过程中无狗狗受扭曲，他们还骗了不少零食，然后就放行了。这也太可爱了吧！这好可爱哦。那个卡特岛就是嘎波商品的包装纸是真的都蛮，就是蛮好看的。这个应该只是概念图，这个我那时候他发出来的时候我看到，我想了一下这是干嘛，就是他说，这个是把嘎波绑在手上，可能是一个首饰的概念吧，应该是。哦，这个浴衣，这个我觉得超屌的，而且这个人好像是管理员的样子，是不是？有点不太确定。浴衣创作做了3年还没拿来参赛，我们来看一下他的照片。这个穿出去真的是世界上独一无二，就真的太屌了！哦，这在嘎波展。哦，这张我超喜欢的，这张我有存下来发给别人看，哇，这张就是有够赞。未婚妻钩针编织的嘎波和米卡，天啊，这米卡也太魔性了吧！然后这些嘎波的眼睛也都非常的魔性，我只能说很可爱，但是就是很有特色。虽然以前发过了，但为了参加嘎波二创比赛，贴上不同姿势的照片。虽然参加动漫同人展，自己 cosplay 出泳装角色的时候，怎么能不带上嘎波泳圈呢？所以这个人是 cos 嘎波还是 cos 别人，然后加上嘎波？不太确定。看一下他的照片，这个角色我认不太得，所以他不知道因为我知道有另外一个人是 cos 嘎波的。哦，这个我超爱，让嘎波低成本 cos 拉拉。那个，他这个就是一个嘎波的，就是基本款219块的那个嘎波娃娃，然后他弄了一小块，就是这个这样子的毛绒布块，然后嘎波就变成拉拉了，这个超赞，我真的觉得超有创意，就是很简单，然后又很有效。然后我记得我这边好像还问他，他是怎么，我好像有留言，我问他是不是怎么做的之类的，看一下啊。黑寡嘎波，我是说完全想象，是我在说什么东西？我应该是要讲完全可以想象是一个真的商品在卖。那有人说简称拉波，第一次参赛做的有点丑，请见谅。我利用纸箱和纸胶带搭配中秋礼盒和中元礼盒，达到这款多功能嘎波小型置物柜。存钱筒放小型嘎波周边，方便让嘎波玩躲猫猫。来看一下他的照片。哦，像是一个储物柜的样子。诶，这个大的不就是那个吗？乐事的那个，乐事的纸箱，乐事 Excalibur 的纸箱。来看一下它的就是使用说明。哦，这是存钱筒的部分。
然后这是储物柜的部分，这边应该就是说他用中秋礼盒做的，然后他有就是那个嘎波展的贴纸，还有嘎波展的护照。好可爱。这个真的算是废物利用，因为包装纸盒通常就是很积垃，食之无味，弃之可惜。那这个就是二次利用。可其实这个乐事的本来就可以二次利用，因为像我家，我拿那个乐事的，就是拿来当猫窝，他们真的会去窝。他今天才，我的猫，其中一只猫今天才窝过。大家好，第一次在社团里 po 文，快要压线。他做了好几个东西，有三个作品，但是他懒得分批投稿了。嘎波生日贺图，嘎波努力认真用功，正反面的雅拉老师，所以是三张，画稿，这是雅拉吧？哇，这是贺图，Happy Birthday！10周年，这个是用功的嘎波，这个是雅拉的背面。把之前的巧拼和嘎波做结合，好像可以膜拜了。什么是巧拼啊？不知道。不太确定，但是这个杯子是之前，这个瓶子是之前嘎波跟冰镇联名的杯子，我那时候几乎天天都在喝冰镇，超不健康倒数3天，这是他的。哦，钢铁嘎波，OK，这个大家一定要看一下。这个虽然大可能只要是嘎波迷，应该都已经看过了啦。老实讲，这边有个细节，拆脚有一只脚没有拆掉，他还自己踢掉。这个真的是太强了，我觉得如果没有意外的话，他应该是冠军。哇，这个 3D 建模，这是不知道是用什么建模的，我也不懂，是什么 Blender 之类的吗？不太确定。太强了，太强了，太强了！我记得他发这一篇的当天，嘎波 IG 就有立刻转发。他问他说：“请问你是在动画公司上班吗？”他说：“完全跟动画无关的科技业。”那个比赛来了，我上次做的作品参考作品就是那个三层肉的嘎波，这应该是粘土，然后这应该是那个奇怪嘎波系列的，就是很多层的嘎波，它这个下面是不知道是什么东西，但上面还有小鸡，好可爱哦。终于等到比赛了，
这是之前做的嘎波纸灯笼，一开始是用小灯笼 LED，后来觉得这样不够环保，也不够酷，所以就用大学做专题，剩下来 LED 灯板和遥控电路改造一下，提把的部分就直接用圆柱形的行动电源，成品出来之后，成就感真的满满的。哇塞！所以这个是又可以遥控，然后又包含行动电源的，这太厉害了吧！这是一个嘎波灯笼，然后可以遥控，是不是还可以换颜色呢？这是在干嘛？这是制作过程吗？哦，这有影片。哦，这是开机，亮度，换颜色。换颜色，太酷了！我靠，还可以就是，cycle 这个颜色哎，电竞嘎波，哇，拿出去看真的是蛮好看的。这个我超爱，要吃雪吗？很好吃哦，现挖的，还用饭做了一个雪钵，还用饭然后围了一圈毛巾，然后这个应该是海苔吧。这个实在是太神了，这个真的太神了，就是这个说明，要做好，要做好的作品，不需要真的很难的技巧，只要有好的巧思就可以了，这真的超棒。已经完美的把血泊解决掉了，吃掉啦！天哪，超可爱的，我超爱。那时候我一直转发这个，哦，这个人超强，嘎波10周年售票亭1/10缩小版，屋顶用废弃芒果箱子做主体，底座墙壁用高粘度泡棉做主材料，用热熔胶贴合屋顶与墙壁，底座可分开，用图画纸印刷图案后贴皮上去。窗口用透明塑胶板切割后塞入，屋顶、帽子、翅膀、底座、入口都塞入强力磁铁，可方便拆装收纳。护照多种，10周年门票皆有微缩成1/10大小，太强了吧！轻插饮料杯套和尾刺绣别针微缩，还有一台自改不太痛的痛车，用家里1/12绿白色 Kawasaki。改造成金属蓝、金属银、白色，并且有刻意加一点旧化效果。贴上以前买的嘎波小贴纸，加欧贝微缩的车贴，贴纸位置都是精心设计哦。来看一下，我觉得这很神啊！这可以放去袖珍博物馆了吧？它微缩这个售票亭，超强的。然后微缩嘎波包包，真的太神了！哈，他还放记忆卡啊在旁边。哦，然后这个是那个展区旁边的充气大嘎波。记忆卡啊来看嘎波展，这应该是他小孩。哇塞，这也太细致了吧！这个人应该本身就是模型家之类的。啊，蜜柑站长。哇塞，这是什么？这应该是
他在喷漆那个机车的过程吧？对，这机车的过程，酷哦。哇，他连那个这叫什么？小蓝咪都萎缩了，这真的太神了！其实不太确定它的材质是什么，真的很厉害。天哪，要抓到嘎波神韵真的好难。很佩服亚拉把嘎波画那么像，我自己觉得做得很像，除了脸。这个很，这还蛮好笑的，这是羊毛毡吧？然后他这个脸有一点点崩，就是他自己写瞎歪嘴。那个，这个至少嘴巴不是一个那个 W，但是这个后背。还有这个底下是还蛮还原的，哦，又是一个羊毛毡，第一次羊毛毡献给嘎波，只怕大家看不出来，只好请狗狗帮忙。这也是羊毛毡，这个脚没有弄得很，没有弄得跟上面那个一样明显，可是嘴巴那个 W 弄出来了。有人说这是幼猫虫的神韵，是有点像。哦，这个人很厉害，这个我那时候也看了好久，折腾好几次，丢掉好很多失败品才诞生流沙嘎包，流沙卡包。一开始用清新饮料杯上的封膜，但放上去后图片太透，后来用镭射底差点闪瞎我的眼，最后自己喜欢的是透明加贴纸加流沙。就是一个卡包，觉得真的很好看。这个人应该也是平常有在做手工艺的，不然做不出这么。细致的作品，不知道啦，我不知道，我猜。他还做了好几个。这些应该都是基于就是贴纸弄下去。好看。刚好翻新挖鞋。让嘎波跟着一起去海洋世界看海龟鱼，听起来不错。最喜欢潜水波波了，这是他的冲浪板吗？还是什么板？然后上面画了嘎波跟狗狗。哦，是他的蛙鞋哦，所以这是他的蛙鞋底部吗？还是蛙鞋的上部？哇塞，这个是我从来没有看过有人痛挖鞋，这也太神了吧！哇塞，这太神了，厉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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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我之前 miss 掉了。第一次参赛，自在参加，做给自己还没出生的小波波的宝宝套。使用嘎波的纱布巾制作，这应该是给宝宝用的，手套啦、鞋子啦、围兜兜啊之类的。哦，肉肉们都太厉害了，做各种手工艺，
教案写教案绘图，我只好做一个优质肉肉考题给各位了。内有部分剧透，在意的肉肉请跳过。不会收集各资，请放心作答。这个就是，我就不点进去了。但是它这个内容就是说，就是考你一些嘎波的知识，就是例如说嘎波背上有几条线，然后嘎波有几只脚，如果印象中没错的话。第一次参赛，尝试用蚕花做出来的嘎波，失败很多次，终于是有个满意，放在自己做的头花上也很刚好。这个叫蚕花是不是？其实不太确定这是怎么做的，但是这好像跟花艺有关系。哦，这个人也很厉害。观望了非常久，第一次鼓起勇气参赛，创作理念。兼顾趣味与嘎波的无限珍藏毛毛虫感，所以决定是毛毛虫桌游叠叠乐款，让各位在与上班或朋友或上班时间消遣时间，当然手够稳的话，也可以无限延伸9999层更新，谢谢大家喜欢，目前战况到52层就冰封倒地，这个是应该是 3D 猎鹰的，反正就是。它有 3D 模型，然后又有做出来，实在是就是也很厉害，就是超级大嘎波汉堡。挑战最快做出周边，这个法老王猫虫的黄金马桶真的太喜欢了，再加一个法老的便便，还在做其他嘎波作品，黄金马桶必须先插队，太赞了。啊，这个我也看到，这个是那个时候他出了。嘎波账号在 IG 上面出了一个黄金马桶的短篇漫画，然后他就立刻做出来这个，所以他才说他是挑战最快做出周边。嘎波自走车1.0能走就好，这个是哦，嘎波加一个自走车。首次参赛以云霄飞车跟气球作为主题二创，嘎波与朋友一起在游乐园玩嘎波云霄飞车，白天版 and 星空版，嘎波10周年气球，大家都好厉害，好有创意，哇，这个是画图，这个也很好看。哦，这边还有一堆那个是叫果冻人还是果汁人之类的。这大家都在就是害怕，只有那个兔兔在很爽，然后小蓝咪变成了就是这个云霄飞车，哦，不同背景，10周年快乐，可爱。就是这个字有点多，大家可以自己暂停来看一下。就是它这个是仿照新闻的写法，写高雄捷运，的，就是的一篇新闻。然后它有一堆那个嘎波，跟。当时蜜柑站长高雄捷运的联名，你看，这就是蜜柑站长，这个，诶，他竟然还有个龙猫巴士，这个捷运内部是他自己做的吗？太厉害了吧！我不记得这个捷运内部有在卖，有在卖，哇，全部挤上去，这太夸张了吧！
这些应该是都是他自己手做的，但是我不确定这材质是什么，应该是塑胶板之类的。这个是有在卖的，就是那时候嘎波列车，所以它主要的创作应该就是那个车厢，有够酷的。哦，这个人也很屌啊，首次参加，直接把阿公阿嬷家涂好涂满，每次回去都有种来到嘎波主题民宿的错觉。就是他直接把他阿嬷家那个的门的各处，就是直接涂上嘎波，然后这是门神嘎波跟门神狗狗。我觉得这个就是很棒。这应该就是他阿嬷啊，这真的很好看。狗狗。啊，第一次参加比赛，嘎波灯笼，这应该是他自己做的。他利用那个乐事的盒子做的嘎波灯笼，就是。Gabo X 乐事的那个盒子，然后这里面应该是他自己画的。Gabo Gabo Gabo Gabo，这个是柚子 Gabo 吗？这个是柚子 Gabo 哎，他这应该是用宣纸做的吧？然后里面再放一个灯。首次与老公一同参赛。感谢老公支持，嘎波热爱，与嘎波海盗一起勇往直前。这好可爱哦！嘎波海盗 满10周年，毛毛虫嘎波。这个好像就是商品展示而已，不太确定它的二创在哪。哦，拉拉版的我推的孩子，他这个是这个是就是做我推的孩子的 OP 还是 ED 我有点忘记，但是他把他就是以拉拉的方式二创了，然后我觉得超强，就是超强。我给他放完全部。好，放完了。这个好像有放到 YouTube 上面。哦，没有，他是放 Google Drive。有点可惜，他应该放 YouTube 才对。又一个被迪士尼周边烧到了改造的东西，头饰，嘎波绒毛笔，诶，毛茸茸发箍，所以他是做发箍，他把这些东西弄到发箍上。哦，这个人也很厉害。这个人他同时就是他有在做的过程中不断的更新给大家，就是他做的过程，所以那时候在看他做的时候是觉得蛮屌的，就他做的这个是一个嘎波的展示嘎波宝嘎波娃娃的展示板、展示墙、展示架，但是它是就是一个嘎波的形状，然后后面的灯还会。就是有会变色的 LED 灯条，就是它。整个在开 party，就算是废物在利用，自制胸章。哦，这个是那个。
清新的杯子封膜，做的徽章，这也很可爱。这边清新福泉，前阵子被 7-Eleven 买到迪士尼手机背夹烧掉，觉得很可爱，就自己动手做一个嘎波的吧。哦，他自己做一个手机壳。变成是一个可以让它站立起来的东西。今年开发给 WPL 的遥控车壳套件刚好遇上10周年。就拿个奶泡猫系涂装，还有实跑影片，因为10周年展场外路面特出超不适合甩尾，室内不好发挥展场成影响参展人群，所以实际只能在展场露个面，就换专业遥控场地发挥了。这个人应该是玩专业在玩遥控汽车的。我靠，太神了吧！这个是嘎波10周年主题的，就是这边有个奶泡猫，后面还有个小嘎波，这是怎么做的啊？真的很好奇这怎么做的。他刚刚有就是3D 模型，哇塞，他这个连里面都有，而且真的跑起来的话，这个是哇塞，太神了！太神了，太神了，太神了！而且这个灯是会亮的，哇，车头灯也会亮。对啊，这个不知道它这个模型是什么东西，是 3D 猎鹰吗？还是什么？妹妹爱嘎波也爱玩游戏，画了这个，但她比较少能用手机，也不在这算。但他看到跟我一起看到有活动想参加，我们年龄有点差距，于是我代发。流浪者 X 嘎波，原神。哦，这个人超屌的，黄金圣甲猫虫，医书上说的可以带来一整年的好运。圣甲虫本身也有重生之意，古代会拿来当护身符，然后就刺在身上了。这个人超屌，就他把黄金圣甲虫刺在身上，刺在肩膀上面，我真的觉得有够屌的。第一次参加比赛，看到别人收藏作品都觉得好可爱。这个是，哦，左边是他，然后右边是拟人版的嘎波吗？应该是哦。终于等到比赛了，来分享自制的伸缩悠悠卡。哇，真的可以拿来用哎！它这个是拿什么东西装进悠悠卡里面？用现有的零件完成，拍不出立体感。哇，这个是就是用纸做的 3D 的，就是一个造型。画下这是新出来的可爱国王嘎波，这是画的吗？这画的很棒哎，好可爱。然后这边有一堆打磨，然后这边是那个这有点像是就是商品店的感觉。
这么可爱纯手工，生日礼来一下。这有点像萝卜。之前 7-Eleven 推出的双面帆布包，但是不习惯帆布包，把它和成抽绳水桶包。去年画的嘎波面，最是最喜欢的长角角波，还擅自把 cup noodle 改成 couple noodles，这个是那个合味道的那个，这个是不是在合味道的博物馆？我知道有这个地方，但是我一直没有去过。好像在日本的大阪还是哪里，不知道。但是这个样子就很像合味道，然后我又超爱那个奇怪嘎布，couple noodles。画给朋友小孩的生日卡片，以及每年的身高记录表。这好可爱哦，这个嘎布的身高记录表。其实嘎布应该可以出一个长条嘎布，然后是一个身高记录尺。嘎波 X 高阶系列是去年联名，哦，然后他给他们针织的头套，然后这边又针织了嘎波出来，好可爱哦！哎呦，这个怎么有一个链锯？这中间这个大家看到这边怎么变 Pochita 了？他给他加上一个把手跟链锯。他把嘎波变成链锯了，之前都没有注意到，我看留言有没有人注意到。留言都没有人注意到，他把嘎波变成 Pochita。他把嘎波跟 Pochita 结合在一起，太神了，太神了！哇，这一张是那个吧？那叫什么来着？对，晋级的巨人，晋级的嘎波。这又是那个画漫画杯的，这到底在哪？是在台湾吗？不是很确定。蓝染蜡画加 and 缝纫衣服 T 恤，用蜡笔画完，刺线缝完之后再去染色，染完之后再去刺绣其他图案上去，自制上班制服，换认清。这好可爱哦！而且蓝染的东西就真的很都很好看。没有新作品拿旧图修一下参赛，志在参赛。这是国王嘎波。这个人超强。这个也是我觉得很有创意的其中，就是非常有创意。就这个人应该是一个老师，他是硕班嘛，然后他是一个老师，然后他把嘎波融入至他的教案当中，那个这个他的封面就是嘎波，然后他这个教案里面的例子也有嘎波，你看黑猫从肌肉狗拉拉，然后又有那个漫画。这个人真的非常的有创意。嘎波与他们的食物们，珠帘。这个小鸡这么多是从哪里来的？好棒哦！不知道，这应该是贴纸吧？有可能。
前阵子做来的，参加这次比赛。哦，他把冰镇的那个盒子剪下来，然后重新贴起来，好可爱哦！原来可以这样子。然后这是他画10周年了。10周年飞天车车，这个小蓝咪的，就是还原度超高的，原型是这样子，哇，它还有就是它的制作过程，哦，这是痛车，我来看一下痛车。哇，塞满了嘎波。女朋友送给我的2周年礼物，太好看了，里面有满满的嘎波。这是一只嘎波的娃娃，加上一堆折的小星星。啊，这又是痛车。又是塞满嘎波，又是痛车。我记得就是刚开始的时候，的确都是痛车。他连后面这个箱子也都有痛，而且他这个痛的是拉拉哎，拉拉骑着他骑着一个小狗狗肉还是小绵羊之类的，然后他这一台是就是感觉比较拉风的。哎，现在看到8月20号了，可是有一些我知道的，就是我之前看过的，好像没有出现。没有出现到，Facebook 又在搞怪，然后我自己投稿的，另外2篇好像也没有出来，有点怪怪的，这个有点讨厌，看看等下会不会出来吧。这个是画，香柚伞，哦，这好可爱哦。又是痛车，哇，这个是重机，来看一下。很好奇这些痛车的，就是痛贴，是不是都是他们自己设计的？Create 嘎波，这个是把那个乐视的这个盒子，真的很好用。把这个乐事盒子当成一个就是这种展示箱，然后给它布置一下。哦，这个我看我那时候看到我吓一跳，就是羊毛毡竟然可以做到这种程度，我真的是大开眼界。我们仔细看一下它的照片。它这个底下还有刺一个 love，这个羊毛毡真的是大神啊！这就是真的是大神。然后你们刚刚有没有看到，就是它那个小蓝咪的那个螺旋桨，竟然还是能转的。袋子，又是乐事盒子的展示盒。哇塞，它这还有一个制作教学吗？还是是什么？看一下。哦，它还有一个制作教学，好认真哦。创作大赛来了，啊，终于等到创作大赛了。今年贺卡来串个场，
嘎波好像也是可以算的吧？所以他这些是他的角色，然后他们打的麻将是嘎波麻将，一代嘎波麻将。哦，厉害的来了，这个我也觉得是会得名的。他把那个机械猫虫的娃娃，那个魔改成钢铁猫虫，就是他实现钢铁猫虫，他 3D 化钢铁猫虫。啊，嘴巴也可以，喷激光炮。改造钢铁波，原图出自就是那个，就是弄机械嘎，钢铁嘎波，拆装甲的那个人。哎，怎么就到底了？Minecraft，怎么会就到底了呢？这个一定有很多就是还没有看到的啊，因为。我知道至少我的两篇，我的另外两篇都没有出现。这 Facebook 也太雷了吧！哦，那个，这个很神，这个是用粘土做的，可是他不知道用什么方法，是用干冰还是什么，就是让它可以冒烟。好像影片在后面的样子。对，这个，它让冰封巨猫虫竟然可以从嘴巴里面冒烟，不知道是用干冰还是用什么，就是反正我觉得超屌。哦，这个是，也是我另外一个朋友那个做的绘本，这个是在讲述，宠物的寿命是短于人的寿命的，然后我觉得就是，是蛮感人的。把它看完好了。这其实就会让我想到，就是，我自己跟我自己的猫的关系。Outdoor 探索之旅，欣赏阿里山之中的大树。他这个摄影作品，把Outdoor 嘎波们带去，阿里山那边拍照。国王坡献丑了，这应该是学校的作品吧？这看起来就是在教室。这也是摄影作品，这个不知道在哪里，但是这个雨伞还蛮好看的。哦，这个人就是，前面那个做，反正就是前面那个做叠叠乐的那个人，他做了100层，然后他说，还有可能可以会送给群友们。这个是 cos 拉拉的，那个，
那个他，是哪一张来着？哦，好像不是这个人，这个是 cos 拉拉，但是我是记得有另外一个人是 cos 嘎波，看一下他留言。哦，嘎波官方也有留言，太美了。诶，这个人是啊，对，这个人好像是管理员，对对对对对。超轻粘土制作，这也是我的一个网友，圣诞狗狗与毛虫，奶泡毛虫，黄金圣甲虫做，这个人他在网络上面就是专门卖，嘎波粘土的，就是有奶泡猫，然后圣诞猫虫，然后他的黄金圣甲虫，我觉得超还原，哦，这个超强，也不是超强，就是。超天才，他把迷因嘎波实体化，这个超好笑的。你看，这个实在是有够有够魔性的。然后我记得嘎波他有嘎波官方账号有直接，你看1000多个赞，嘎波官方账号有直接转贴。哈哈，那个脸是我爱死，怎么那么厉害？然后这个是吉卡哇的那个叉子，这张照片真的很好笑，我有存下来，然后传给很多人，真的很猛。这搞不好也会得奖哦，说不定哦。机械猫虫的女仆咖啡厅，哦，这个人，对啊。这个人原本是他先做了一篇，是那个他用粘土做机械猫虫，然后他再用那个机械猫虫做女仆咖啡厅的二创，可是刚刚 Facebook 就没有秀那个原本机械猫虫给我们看，Facebook 真的哎呀很烂，分享我做的粘土嘎波，超可爱啊，这个是概念性的。其实不太确定它的概念是什么，但是我猜啦，就是，我猜这应该是垃圾桶，然后它这个是类似就是那个 jukebox，哎，不是 jukebox，jackbox 还是什么，有点忘记，就是你打开来，然后里面东西就会跳出来的那种东西，这个有点长。大家可以暂停自己看一下，但是是狗狗跟嘎波的那个故事。然后他做的这个是一个袋子，哦，教师节卡片。这个人做的教师节卡片是那个嘎波跟黑毛虫的。哦，对啊，这个，机械猫猫虫，它原本的这一篇投稿是粘土做的吗？不太确定。它制作过程在留言中，但是反正就是这个机械猫虫，我也觉得还原度超高的，而且特别是你看它这个手。他这个手，这个都很精致啊。看一下，对啊，应该是粘土。自制 3D 猎鹰嘎波零钱架。哦，这个还有木刻，好好看啊、哦。锯中秋节前夕，锯木头刚好材料，用镭射雕刻做杯垫。之前画的旧画，又是粘土的作品，我们来看一下。哇，这个拉拉有一点
魔性，他是直接做了一个嘎波的家。我们把他照片看一轮好了。哦，这个我记得，这个是那个他把他以今年的中秋礼盒的嘎波玩偶的样子做成是针织的套子，然后里面装上那个僵尸嘎波，这很可爱。这非常厉害。不知道这个人有没有买到，就是原本的，那个柚子嘎布。哦，找到了，找到了，这个就是，那个他 cos 以。这个应该是唯一可能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每年关注比赛，但是我很少画画了。这就是摄影作品。哦，这是他的画，这是刚刚那个 cos 嘎波的人的画，也很可爱。这只，哦，说到这一只，那个亚拉在 Threads 上面 po 说这一只要被拆掉，很多人都因为这只好像不知道是怎样，但是他没有办法离开那个华山的展场，所以华山展场撤的时候，他们就要整个撤掉，所以就很可惜。一次放两个小作品，蛋糕、粘土模型跟压币小本本。这个是原版的蛋糕，这个是他做的蛋糕。然后压币小模型是什么意思？这个不太确定。哦。这个也是一个就是超爱做奶泡猫的人，我觉得这个人超屌。就是你看他的奶泡猫，有各式各样的奶泡猫，还有我超爱这只，就是两个杯子合成一个奶泡的奶泡猫。然后还有这个，这已经不是蚊子猫了吧？这是雪茄猫。这个跟赛德克巴莱有什么关系？Gogoro 痛车，这还蛮好看的。哦，终于找到我的了。这个我的是就是那个弄一个就是搞一个就是有一个城市，那个你打它的，你叫这个城市。然后输一串字，你就可以让它是好像是那个动物，它的就是预设是一只牛哦，就是像是一只牛，那个说你这句话，然后这个是在就是终端机命令行执行的，所以通常是用 ASCII art，然后我这边是用就是这个 Mac 终端机。仅有限制的色彩，给它硬是拼出来了，就是嘎波的样子。
然后就是效果就是这样。这是我的投稿。哦，这个人很厉害，亲手做了表情吊饰贴图和袖珍甜品。这几个吊饰就是吊饰，但是这袖珍甜品我真的觉得很可爱。后面这几个，哦，这个是我一个朋友，请我帮忙代发的。他做的是，就是，大家还记得那个 Flappy Bird 吗？然后他这个是那个做的，可以说是 Double Bird 吧？那个上下是那个兔兔在想要亲嘎波，然后嘎波要吃肉，然后不要被兔兔亲到，踩着小鸡飞行躲避兔兔。寻找传说肉肉，然后走上旅程，但是好像不太顺利。第一次尝试用触控笔画画，希望嘎波不要把月亮吃掉，好可爱。哇，这嘎波打结了！一来是听到朋友把长嘎波打结，说想出来图；另外一张是朋友的想法，双头嘎波。这双头嘎波有点猎奇啊。哇，他的教室哦，这个我记得，这个他把就是有一个班级的教室布置，直接布置成就是嘎波主题的，觉得很可爱，这种小鸡。哦，这个也很厉害，嘎波的移动城堡。这幅画真的是，我觉得画得非常好，非常好。啊，你看这个嘎波官方账号也有来留言，感觉会沿路边走边吃。完成埃及系列，哇塞！这个我好像有一点印象，但是这个应该是他自己的故事。哇，还弄开，哎，他做了阿努比狗狗，哎，好厉害哦！这个是他做的御守，这个我记得，他做的老虎御守，嘎波盆栽，应该也是粘土做的，还有宝可梦球，这个是针织作品，又是招财嘎波，好像不知道为什么。大家很爱针织，招财嘎波哎。去日本的旅行，这是他画的画吧？看一下。哦，又重复了。那后面是不是又重复了？哦，对，那看起来就我还是为了保险起见，我还是拉底吧。但总之，看起来，miss 掉的都就是重新出现了。所以总之，这次盘点给大家看，就是想说。给不在社团的人，或者是就是没有办法用 Facebook 的人，那个看一下，今年的二创大赛有哪些投稿作品，
然后大家可以来猜猜看谁会得奖。大家可以在评论区讨论一下谁会得奖。我觉得就是石狮子嘎波的特殊色的这个奖品是真的蛮诱人的，但是就是他还是有参加奖，随机的参加奖，所以每个人都有机会，搞不好我也有机会中奖。如果我有机会中奖的话，好，先不要想象，就是先不要想太美，但总之看起来，我们应该已经看到底了。好，那今天影片就到这边，谢谢大家收看，拜拜。